雨中耽误你啊！啊，我在这边要谢谢林雨中为我特别为我写的这首耽误你。你原来你是真的哦，实体的实体哦 ，OK， 只是有点长歪掉的，长歪掉的例子，我叫奶鸡啦哦。对对对，啊，这个为什么在什么样的心情会想要写这个耽误？因为我在去年在台湾在看那个新闻报道。然后看到新闻报道在报道耽误女这个现象，所以我觉得哇，已经是到了这种新闻都会报道的这个情况。然后就自己觉得，哎，自己蛮窄的，蛮窄。我也不觉得。那我刚刚看到一个人跑过去，对，穿着很大的衣服，真的长得蛮像我的。对对对，而且台上两位哦，就是我最喜欢的两位男歌手。我平常在家里面看漫画，都会听你们两个歌啊，真的。谢谢。我认为你在异乡，在你们画不了就为的凉爽。因为我活在希望，把那个感觉。对呀，这是我都会唱，厉害。所以我们今天的两位我最喜欢的歌手都已经在台上，真的吗？要合唱一首。合唱，刚好在这专辑里面有帮专辑跟雨中一起合作一首歌曲，对，叫《抢玫瑰》。抢玫瑰，抢玫瑰是。那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听一下他们两个的合作，《抢玫瑰》。